外形像巨型凤梨的植物，其实是蓝色龙舌兰 （Blue Agave）， 是龙舌兰属 Agave 的其中一个品种。蓝色龙舌兰只产于墨西哥，生长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沙质土壤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植物，也是生产龙舌兰酒 （Tequila） 的主要原料。墨西哥语称这种植物为 Agave Azul Tequila， 意思为蓝色龙舌兰。虽然它经常被认为是一种仙人掌，实际上它属于龙舌兰属。龙舌兰属大约有136种，大部分分布于北美洲和墨西哥，适合温暖和干燥气候，茎部非常短，叶子宽而长，成长约10年后才会开花。蓝色龙舌兰是龙舌兰属最珍贵的品种，拥有很大的茎部。收割后的蓝色龙舌兰像一颗巨大的凤梨，当地人称之为 Pina， 内部多汁而且富含糖分，非常适合用于酿酒。蓝色龙舌兰必须去除所有的叶子和根部才能使用，因为这些部位会造成酿制的酒具有苦涩味。龙舌兰酒 Tequila 是墨西哥的国酒，被称为墨西哥的灵魂，是一种价格不便宜的酒类，也是墨西哥重要的外销和经济支柱，因此受到极为严格的政府法规限制与保护，以确保产品的品质。首先，龙舌兰酒必须使用正统的墨西哥蓝色龙舌兰酿制，而且必须在合法的地区种植和生产，才算得上是合格的龙舌兰酒，要不然它只能算是梅斯卡尔酒，这种酒主要以内销为主。梅斯卡尔酒可以使用5种不同的龙舌兰属植物酿制，而且可以添加任何额外添加物。龙舌兰酒是调酒界最常用到的6大酒类之一，其他5种则是兰姆酒、伏特加、威士忌、白兰地和琴酒。龙舌兰酒的地位有点类似法国的干邑白兰地。干邑白兰地仅授权于6个产地，使用了葡萄品种，至少90%必须是白玉泥，并且在法国橡木桶内密封收藏2年，才能被称为干邑白兰地。蓝色龙舌兰一旦栽种之后，必须等待至少8年才能收成，而且也只能收割一次。一些比较注重品质的酒厂，甚至会等上12年。这种漫长的等待收成，与其他种植业比较起来是数一数二的，这也造就了他们的价格。收割蓝色龙舌兰是一种传统的技术，收割者使用特制的工具，将上百根的叶子砍除，露出凤梨状的肉茎，当地人称之为 Pina。这种肉茎的重量35到135公斤不等，某些生长在高地的老树甚至会重达200公斤以上。美国波士顿有一棵在室内培养的蓝色龙舌兰，年龄超过50岁，高度达到9米。收割后的蓝色龙舌兰被运到酿酒厂做进一步的蒸煮处理，蒸煮过程耗时8至14小时，能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可以发酵的糖分。此时的蓝色龙舌兰的口感像番薯或芋头，但多了一种龙舌兰的特有味道。蒸煮后的龙舌兰经过搅碎和榨汁处理，取出的龙舌兰汁液掺调一些纯净水后放入大桶中等待发酵。接下来工人会在大桶内撒下酵母，如果以传统方式发酵成酒精，往往耗时7到12天。为了加速发酵过程，许多现代化酒厂都添加化学物加速酵母的繁殖，将时间缩短到2-3天内。龙舌兰汁经过发酵过程后，制造出来的酒精浓度介于5%到7%之间，类似啤酒的酒精浓度。传统的酒厂会使用铜制的蒸馏器进行2次蒸馏，现代化的酒厂一般都使用不锈钢的连续蒸馏设备。第一次蒸馏出来的酒精浓度大约20%，第二次蒸馏的酒精浓度则可达到55%。刚蒸馏出来的龙舌兰酒是透明无色的，市面上所看到的金黄色龙舌兰酒是收藏在橡木桶内数年的陈年酒，价格也相对昂贵。大部分的酒厂都会在装瓶前用纯净水将产品稀释到所需的酒精浓度，一般介于38%到40%之间，只有少数的产品需要超过50%的酒精度。